什么？加速之我要下班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，我要休息，我要下班。蒋王小老弟，你还要休息还要下班？那我快点揍你，直接随机职务。小伙伴们记得暂停看看你会随到什么职务吧。哈哈，树桩、路灯花、土豆雷，看到我随的植物，我又想慢点挡了。姜王不是着急吗？让他慢慢等着吧。路灯花先看看僵尸，普通僵尸、武王、小鬼、巨人。姜王，你派的僵尸也不行啊！种一颗土豆，直接开一个普通僵尸怪。我去，等会。这僵尸怎么这么快啊？姜王，你就这么着急吗？好在我后面还有一颗樱桃，直接加速一下，利用樱桃拿点好植物吧。这你妹的给的啥东西啊？都不如我随机的。跟姜王玩一玩，种上土豆，这次等土豆出来再开僵尸罐。 OK， 一路的普通僵尸全都打开，给我好植物，谢谢。 Oh my god！ 哈哈，姜王看到三颗黑蘑菇，我就问你慌不慌？开罐开罐，等会先种黑蘑菇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有土豆雷，小鬼怎么进去的？这僵尸速度太快了吧，比我出绝招啊！重拳出击！好好好，姜王，这么玩是吧？直接来两排火炬树桩，后面再跟一排土豆雷，让你看看我的绝招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罐子全部打开，这个版本的火炬树桩那可是非常强的。刚才跟你玩一玩，你让小鬼进我房子，这次我看看你再进一个试试。直接全部拿下，我让你下班。姜王小老弟，我承认速度快，你家的僵尸很强，但也强不过我的火炬树桩。